小姐一字排开穿着火辣短裙，露出修长美腿。去年才开心副业，但不到半年又碰上疫情大爆发。健保卡或者证件加那个疫苗施打证明。酒店的来客数锐减，台中两大龙头酒店也撑不下去。今天抱原本有300位的吴小姐，现在剩不到30人，还派酒店也差不多。小姐剩不到20位，只能调整营运方式，暂时合并上班。所以来这干部基本拢会。 所以卡电话扣客啦，吼，啊，但是咱嘛唔敢去啦，受害死害八这种的吼，伊本来就是楼顶楼骹尔啦，啊，伊怎啊生理无好吼，这个上休假吼拢无上班吼，去做白的啦，啊，所以这回上班吼，其实是较省钱啦。金钱豹业绩剩不到一成，没转行请假的小姐通通集中到市政店上班，没有客人已经够惨。另一道难题是快筛剂要去哪里买？自由的干部为了怕麻烦。 叫他们每天都塞，很多就是扫以前的这个快筛来卖，比如说一盒有2剂的，已经涨到1剂大约300块。酒店小姐们晚上要上班，白天根本没办法去排队抢买快筛剂，还得透过电商管道买高于市价的筛剂来因应。没钱赚，还要掏钱买高价快筛，他们也感叹疫情下要求生存，真的很不容易。这台中综合报道，我们有3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，这个比较大的，好，它是比较适合大平数的。那再来呢，还有这一种款哦，这种办公室很多，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，放在你自己的桌上，哪里买呢？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，记得输入优惠，马上就给你折扣。